是唱国语的。啊，今晚我要唱台语歌，虽然我的台语讲的不标准，不过我有练习。哦，好的，这首歌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的个女孩子，叫黄静雅。黄静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好了，我今天唱的歌都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，听的大概都是一些流行乐坛的歌手。OK， 好，这首歌叫《跨月娘》，跨月娘，对，看月娘。弟弟，麻烦你了。
所以背起来就不会那么样的饶舌。Holy God 在旷野吟唱。